单主播小凤九，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啊。这个我们跳古典舞。给你们跳个黯然销魂好不好？你们有想听的歌吗？你们可以跟我说，然后我再给你们跳 OK。 我如此爱你吧，我如此爱你。亲爱的你，看见远处那块岩石了吗？在潮汐中沉默地屹立着，像一个誓言，永不哭泣。那就是我，是的，那就是我。现在的你走进了我的生命，我再也不像他那样坚定，即使一滴悄然飘落的小雨，也会让我不住地流下眼泪。
这里。9.3，春晚最专业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见证主播小凤九，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哈。好热，之前穿的那么少，突然一下穿这么多，就能跳的一下就出汗的感觉。那我再给你们唱一个知不知道吧，怎么都是这么悲情的。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，所以脚步才轻巧。
时候，我抬头微笑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需要捂吗？遮得这么严严实实也需要捂啊？大哥，这样子也需要捂吗？难道我要这样子吗？我看到这私聊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了。看舞蹈就爱953串最专业最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打个小广告啊。咱们把小星星点一点，争取把它点到有2000了吗？我卡了，有2000，争取点到3000，好不好？直播时可以通知，可以勾一勾，辛苦你们啦！五星午休嗨翻天可以预约一下，然后这个长腿美女燃舞可以预约一下，辛苦你们啦！我等会儿可能就是没有时间跟你们说拜拜什么的，然后就会直接下了哈。看古典舞的可以预约一下哈。再给你们跳个什么《南风吹》吧。南风吹，你眼泪也湿。